且不管是我跟他的班，还是我们的这个对合作的一些的沙族的政党，我相信最多能够胜的，是否最多问题是否会牺牲到28个？最近是基本上这个问题，关于整个安德兰的很强的强势，没有任何疑问的。所以为什么安德兰需要使他整个形象受到污蔑、受到破坏，来滥用权力，来禁止巴卡德哈拉班的行动党、公正党，那是黄曼兰的领袖，特别是国会议员进入沙巴来进行合法的政治的活动。所以阿德兰是不需要来滥用这个权利的，因为他的 BBB 的政党不会受到影响的，只是受到影响就是 SUPP 跟 APB。 今天就 SUPP 跟 APB 是否阿德兰是为了他们而来滥用权利，还是是否是因为他们 SUPP 跟 APB 要求阿德兰这样子做？